支援旅吧，先继续来个江湖吧。因为我们有钱箱了，这个就我们的钱箱。我看是不是跳得很快快快啊？好，这就是所有钱箱啊。那今天这节重点就是钱箱，好吗？所以它算是在装饰品里面的吗？是吗？真的耶！啊，原来可以放大哦。啊，只是它的顺序怎么不一样？哦，原来这就有这么多装饰品，我到现在才看到。啊，先讲钱箱好了，到最后乱掉就好笑了。所以其他的任务都在引导我们了，那就慢慢来呀、啊。我们可以一直扩增下去。哟，盆栽耶！好，我们就一直这样挂机嘿。我这边还有个资源礼包哎。这感觉算是他的手厨的样子。你看这边刷28块，同时我们现在3000多，然后所以我们的等级的提升，我们就可以买越多的东西，而且每个都可以看，所以它的装饰品算是蛮多的哦。